古早味的捆蹄用月桃叶绑起来，增添香气。仔细看猪脚去掉骨头，再把前腿肉塞回去，经过红糟卤过，吃来外皮充满胶质，猪肉带有弹性，起码要画上一天。肉取出来的时候皮不能破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取出来的肉一定要先揉制过，揉制它半个小时以上，这样切出来的很破面会比较漂亮。再品尝网沙加纳，猪油网包覆整尾加大鱼，油脂让鱼肉吃来更滑口。仔细看中心还有客家咸菜，咸香滋味衬托鱼肉鲜甜。去骨的加大鱼，客家咸菜，咸菜心塞入肚子里，盖上猪网油，就能送入蒸笼。蒸好的鱼还要经过大火炙烧，增添香气。加纳鱼它毕竟它的背部的肉没有油脂，网油去把它包覆起来，让网油去添加它的油脂。黑麻麻的是玉带鹅阿嗦，传统鹅堆外皮较厚，师傅改用面包粉，吃来外皮酥脆，里头除了鲜颗，还有干贝。洋葱、韭菜、韭黄、油葱酥拌一拌，用猪油网包起来，就能放上干贝、鲜颗，外皮不用粉浆，而是竹炭面包粉，中温炸到外皮酥脆，还有水中龙花，清蛋白底下是鸡蛋炒香的脑髓、笋丝，传统手入菜搬上餐桌，让台菜老味道继续传承。明星闻之美观的红葡萄。